很 juicy 耶，我觉得是会入口即化的，很便宜耶，很期待的，它是有点像是生菜，它很好吃，我觉得你也可以。到机场了，很多人哎，我有吓到，超级多人的，现在才5点哎，大家都这么早起的吗？好开心哦，时隔3年，6年哎，时隔6年再次出国，我现在要在机场绕一绕，因为我们太早来了。很简单啊，只有机票都。现在。擦个防晒，然后化个妆。Let's go。我们来猜我们的行李几公斤？不知道。我猜7公斤。为什么？一难忘记填，我要当天。我想说，我出境超快，你为什么被拦下？因为我是男子。哈、啊，你要当飞啊！准备上飞机喽！21。妈妈，每个外公公知道的。顺利着陆了，然后现在在成田机场找找看有没有可以搭巴士的地方，是要继续走还是？对，我觉得不是这个，应该不是这个。他应该画的很那个、啊。是那个是。对，我肚子好饿哦。日本有好多好特别的，有这个抹茶。抹茶。然后它是就是可能直接帮你做好热热的吧。然后这个是冰，还是我先吃一支冰来？那我就要吃打的。饿了。这样，我以为是这种很大的，可这样也算便宜。对啊，耶！抹茶冰淇淋吃起来就是那种抹茶拿铁的味道。嗯，很便宜，170，现在日币汇率大概乘以0.22，30-40块就有一支。台湾卖抹茶都超贵的，台湾的抹茶都卖59、60之类的，哈哈，好开心。来 Uniqlo 帮我的家人买内裤，应该直接抢。Uniqlo 的价钱真的比台湾便宜很多，便宜一半。
台湾是大概200-300，390之类，290，然后它这个折合台币大概是129，超便宜，可以超过一半，超便宜。台湾的往下都是在用别人的走路，对，然后那个日本的其实也是跟台湾，对啊，感觉在这边开车很恐怖。我们到饭店了，这是饭店。哇，好好听！这是饭店做的球，对啊，我觉得很棒。哎呦，对，不要看下去如何？哇，看下去就是非常多建筑物，市井，市井不错。你看这边，宝宝的那个日出日落感。这个应该是看日落啦，因为你看那个太阳在这边。然后这边我看有园艺柜，这有虫子。我们应该不会四天要把这个关完吧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厕所。哇，厕所是打开的。哇，有一个浴缸，然后马桶，还有梳子，还有我。我们放完行李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吃池袋有名的炸牛排。但我其实没有吃过炸牛排，我通常都不太会点炸的，都吃牛排。但是这个很有名，走路需要几分钟？看一下，走路6分钟。向右转哦。还继续直走。看起来很 juicy 耶。稍微用一下就好。好酷！入口即化。你觉得刚刚那间店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我也觉得，就是有颠覆我的想象，因为我原本会觉得，感觉就是可能会觉得炸牛排感觉很油腻。可是其实它是口感是蛮特别的。对，我觉得是会入口即化的，然后再烤个2面各3秒，对，超好吃。我现在觉得很满足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去唐吉诃德，这是我来日本其中之一的行程。听说唐吉诃德有卖底片相机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去看看有没有存货，因为听说最近的那个底片相机太夯了，都涨价，不然就是缺货。然后对面还有无印良品，哎，这里。Muji 可是感觉没有，看起来没有很像大安龙。上面那个是吗？上面都是啊。多少钱？一万。3000。还有个特色，一双台湾买不到的蛋壳，还是现在其实都买得到。好像也买没有像那么多哎。哦，而且它3100块。请问你现在买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他说他已经累了，因为我们今天3点多就起来，所以我们现在逛完最后一个就要回饭店了。休息一下，搞不好休息一下就走。我才不信哎，你一定休息就睡到隔天早上。不会，搞不好我休息一下就出来想要去酒吧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我不要去酒吧，浪费时间。哪有？会吗？你都可以，就是都没办法逛街，之前那么久。没有啊，休息一下。结束了，好累啊！
且感觉我现在黑眼圈超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卧蚕。不是，没有，不笑的时候是这样，超累。很吐吗？你眼压很高。超累。接下来开箱我们刚刚在 Lawson 买的东西。第一个先来介绍这个，因为我不知道饭店的水可不可以直接开啊，水龙头。是有人说可以直接喝。对啊，有人又说不行，所以我就还是买。不知道日本的水喝起来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清澈。然后这个是溏心蛋吗？半熟蛋，我等一下想来吃一个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很期待的，它是有点像是生章鱼吗？生章鱼脚吗？不知道哎，应该不会拉肚子吧？腌制。反正我现在很期待吃到这个生章鱼，我目前里面最期待就是这个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是我上一次来日本的时候也有喝过的。明治牛乳，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鲜奶，但是就觉得来日本就是要喝这个牛奶。这是干贝的边边，我觉得干贝边有可能，是干贝毛肉，干贝的，反正就是贝类吧，贝类的一些，应该是熟的，我猜是脆脆的，脆的，是蛮酷的，是台湾没有的东西，就会想要买。对，还有这个，那这个是鲑鱼软，对。就是我觉得里面饭不知道会不会照片啊？我觉得这是饭团里面看起来最好吃的，但是我觉得肯定是照片，因为它这么多。希望日本不会照片。一个才台币五十几块，应该不可能很多。可是这样子，我们总共买下来就200，两百多而已，快300。这东西都是，就是蛮特别。然后这个是我在 D 卡上看到有人推荐的牛乳布丁，但是他买的是就是纯牛乳口味，我看到只有香草。好，我要先开这个，你可以先看一个你觉得最期待，你可以看看你要说。我先看水好了，有点渴。感觉是生的，它超级的绵密，然后很黏。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些全部吃完吗？有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，就可以，而且这不会胖，这种。好好吃哦。那我先开始干杯。好好吃哦，我们打算去买一盒。好。可我觉得有点呛。哎，这个看起来不错哎，像鲍鱼呢。先吃一个。要沾这个 wasabi， 我觉得这个要沾这个，因为这超级重口味，吃到会流眼泪那种呛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感觉是整个芥末倒进去，杀菌过。其实也蛮好吃的，我觉得跟我想象味道一样，就是 QQ 的那种。你吃这个真的很呛，哎，它很重口味，它感觉要配饭的。那我要来开这个了。好。目前开起来就是一个饭团的形状，它长得很可爱。究竟里面会不会有很多呢？是吗？它一方有点小，很窄。啊，对啊。跟我想的一样。再咬一口。目前吃一口，只有看到三粒鲑鱼卵。再咬一口。那不然？有稍微多一点。所以我觉得比台湾的好。好吃吗？好好吃耶！虽然它没有其他的调味，但它就里面饭里面包鲑鱼卵，我就觉得很好吃的。那比台湾好太多了。我开始。好。哇，它是那种很流质的耶，感觉是那种很奶油感的布丁，超嫩的，超级嫩，看得出来吧？很像是就是再加热一下就会完全融化那种感觉，是有一种微微融化感。吃的我觉得你应该喜欢。你这效果还是认真。真的，你吃看。超好吃！你是不是没吃过这个口感布丁？虽然有点像是在喝鲜奶油，吃起来像冰淇淋。超好吃的，是不是超好吃？厉害吧？很像在吃小美冰淇淋。对。然后变成比较像布丁的质地。换这袋。你要咬一半，然后给大家看。哦，好吃，有味道吗？感觉没有，感觉只是半熟蛋。没有味道，你拌进来。我觉得直接吃好吃的，你吃看。真的吗？嗯。就你要细细品尝，像温泉蛋那种感觉，像温泉的，好吧？你应该觉得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好吧，再睡着了。好吃，可是就是不会到惊艳，就是一般的蛋，但是我觉得它比台湾吃到的蛋还要没有那么腥。嗯。它是
没有太重的蛋腥味，所以吃起来会觉得还蛮顺口的。对，嗯，这是鲜奶的味道。比较鲜的鲜乳啦，像其实像那个福乐，你知道吗？那福乐超好喝，其实它可是它应该是有加鲜奶油啊。我觉得应该没有，只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保酒乳类的。对啊，就是喝觉得好喝，我不知道什么，就很顺。对，可能因为在日本吧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Lawson 的开箱，改天再开箱。好，不确定。我觉得会，因为我觉得不错吧，还蛮好吃的。我们等下会继续把这个吃掉。